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英雄日常说明道。我们今天来干嘛呢？我们今天来开一个战斗陀螺的场地。这场地很特别哦，它是电动的，其实已经买很久了，只是都放在角落，忘记拍影片了。那我废话不多说，马上就来开这个战斗陀螺场地吧 ，Go！ 那已经长灰尘了，刚打那一下灰尘都飘起来。好的，那我现在就来开这个战斗陀螺的场地啦 ，Go！电动回转超加速战斗陀螺场地，好，其实我不知道它名字是不是这样子，它的名字叫做 Tornado by Stadium， 大概是龙卷风场地之类的啦，好吧？好的，那我们现在马上来开箱吧 ，Go！哦 ，scare 贴纸战斗陀螺场地旁边的那个护墙啊，接下来就是我们的本体啦，零件超多的。那我们现在就来组装它吧。嗨，第一阶段，嗨，第二阶段 ，man no say 啦。那我们现在就来启动电源来测试一下吧。3, 2, 1，好，你们可以看到是这种感觉哦，它中间这个会转，大概就是这样。好，那我们马上就拆一颗陀螺来试试看吧。我们来拆这颗随和附正的这个银河天马。哎，千辛万苦，我终于把我的银河天马给组好了，好不好？果然老了之后就不太适合玩玩具了。OK， 开关。On. Yeah, let's go. 三二一。哦哦哦！嘛，大概就是这样子啊。它中间这个就有点像是。强迫战斗的一个感觉、啊。好的，那我们现在派出我们旧时代的土炮王来试试看吧。依然一整个霸气十足啊 ！OK， 那我们现在来战斗喽 ，Go！ 三二一 ，Go！ 好，开关。哦，三二一 ，Go！被撞到的时候，很激动。Heroes Me 人人是英雄 T 恤已经开卖了，想知道更多的资讯吗？请按说明栏底下的连结。